中国渔船翻覆事件，现在外界呢都希望这个协商能够尽速的达成共识。不过就在稍早呢，在金门那边传出了陆方代表呢是在下午2点钟的时候搭船离开金门，并且呢这个陆方团的团长更是直接痛批了台湾代表谎话连篇，甚至对家属呢连一个最基本的道歉都没有，让他们是气愤又难过的。而今天呢，今天下午陆委会主委邱泰山来到立法院，对此也有最新回应，带您一块来关心。哦，倒没有所谓破局啦，我想有进展的，也有没有进展的嘛。那他们提前一天离开了。什么提前一天离开？他们签证原本到、哦。我想基本上双方应该各自回去检讨一下，请示一下。那我特别是陆方他们应该有。但曹辉刚刚批台湾当局谎话连篇。是啊，这个话能信吗？可以听到这个邱泰山也是相当不客气的来回击。不过现在传出，现在呢这个陆方的死者家属呢，甚至是连海巡的抚慰金都是不肯收下的。据了解，这个金额呢大约是10万块钱的人民币。不过海巡呢稍早有表示，他们是透过了这个红十字会，希望能够继续转达。不过现在呢，这个陆方呢直接撤出了台湾，离开金门，是否代表呢后续的协商大门已经关闭了？恐怕双方还有堆叠更多善意。